现在是晚上的6:20，看这云真的很红，红得很。看这边，哇，这已经落了啊，落了。今天这个主峰啊看不到，云多了。现在外面天啊已经黑黑的了，然后我就在车里啊煮一个这个方便食品，我在车里顺便的话看看有个灯啊，直播直播聊聊天。哦，我靠，今天晚上呢咱们吃这个柳州螺蛳粉啊，直接往里边煮。你看这里边这个袋子已经全部鼓起来了啊，海拔太高了，全部都是膨胀的状态。下进去，这个粉儿啊不好煮，多煮一会儿，小火啊慢慢煮。看这个红色的小火多好，慢慢煮。现在咱们把这个白菜啊给放进去啊，这吃点白菜还是有好处的。直接手撕白菜，就直接这样扔进去。手撕白菜。两叶两片，再来一片啊，吃三片。就这样吧，挂了。这刚刚接到媳妇儿电话啊，跑前面来了。这媳妇儿说，没事啊，多吃点水果。这个呢是咱们之前啊在四川的成都浦乡县摘的爱媛的果冻橙，这是我在果园自己摘的啊，然后就把它给吃了。每天光吃饭也不行，现在这个条件好了，就多吃点水果。这个果冻橙啊，听当地人说，吃这个吃的什么，就是吃它的这个多汁。它虽然说是橙子，
但是这个皮啊是非常好剥的，你看我手就剥下来了，不需要用刀切。你像那个传统的橙子都是要需要刀切的，这个就完全手就剥下来了。然后咱们吃一口啊，看看。太好吃了，水太多了。爱媛38号果冻橙，大家看看，咬开之后呢就是这样的啊，多汁多水啊。朋友们想吃这爱媛果冻橙的啊，直接在视频下方就可以拍了，或者说我的主页橱窗里边啊都是现拆现翻的，保证新鲜。粉丝还是有点硬，先把这个调料给放了。调料放了，还有这个鹌鹑蛋，最后把这个腐竹给倒进去就可以吃了，还有这个花生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朋友们，这外面啊，这个风啊吹的是呼呼叫，咱们在这个车里啊吃一碗热腾腾的广西的螺蛳粉。哇，煮了个半个小时，粉还是有点硬，但是确实是等不及了，肚子饿的已经叮当响了。沙沙的话，拿高压锅煮，还是有点硬。好吃。啊，饿了啊，硬了也好吃。吃的差不多了，这顿饭呢吃的特别累，就中途啊休息了好几波。就气喘吁吁的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感觉就这口气啊上不来的样子。然后你看这边，上面这个水，做了一顿饭就成这个样子了。然后这玻璃上，太冰了啊，就是外面太冰了，里边太热了，真的。这一顿饭其实也没有多热的啊，你说就煮个粉，就成这个样子了，就说明外面太冷了。朋友们早上好，又是一个艳阳天，这对面啊依旧贡嘎雪山。现在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贡嘎雪山。贡嘎雪山海拔呢是7556米啊，它是横断山脉啊最高一个山峰了。它这你看啊，一大片全部都是海拔6000啊5000啊都是这样的山峰啊。哎，今天风比较大，朋友们不好意思啊，风比较大。大家别看它才7550米啊，但是比起海拔第一高的珠穆朗玛峰，那它确实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啊。呵呵，这话怎么说呢？这个山虽然说只有7500米，但是它这个落差啊是全世界第一高。它的30公里平方范围内吧，海拔落差是6000米啊，朋友们，6000米。珠峰大本营5000多米，那珠穆朗玛峰的海拔8844米，那也就是3000多米的差距啊。这个差距啊是6000米啊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朋友们。第二高峰乔格里峰啊，也叫 K2，它是喀拉昆仑山脉最高的山峰啊。它那个落差海拔啊也没有这个高，所以说这个是第一高落差海拔。
所以呢，爬上这个山的没有几个人，这个山的这个死亡率啊，应该是53啊，网上查的是53，确实是，朋友们，10个人上去啊，只能下来一半，真的，一半都下不来吧。我查一下资料，这个贡嘎雪山爬上去的应该只有30多人啊，爬上去30多人，那也说明啊，死亡了30多人啊，并且是日本人，日本人死的是最多的啊。为什么日本人爱爬这个山呢？这个呢，怎么说啊，也是网传嘛，也是传说啊。这个日本人找他祖先的时候呢，说就这附近的人啊，跟他们祖先是最像的，所以呢，他们要过来征服啊，但是确实是不好征服。风是真的大，这个贡嘎雪山这冰川啊，分布着100多个冰川啊，咱们不是开玩笑的，朋友们，我怀疑前面这个就是冰川啊，就这个，这灰色的啊，这是冰川。上次我去来古冰川的时候，就这个灰色东西啊，下面全都是冰，我估计也是冰啊。你看看这下面，可能真的是冰啊，这都是冰川啊，你看到没？都是冰川啊，100多个冰川，所以说这个山确实难爬。到最上面的时候呢，就这个垂直啊，可能有60度到70度到80度那个样子啊，所以说爬上去的人特别特别少。在哪里遇到的？上次你说？新藏线，新疆到西藏那条线，真的是遇到你了，大哥，太巧了，太巧了，千里来相见啊，无缘见面不相识，是不是？今天在四个垭口，对，见了大哥，这是骑行的啊，骑行的，你说帐篷都有吧？看着就有，今天刚上来就下去啊？下去了。你是从哪边上来的？我是从玉龙溪。玉龙溪，冷嘎措。对。哎呀，你这有点着急啊！好不容易上来了，搭个帐篷。算了，待不住了。晚上有点冷，有啥说啥。对对对。啊，晚上冷。没带够，算了。睡袋也得带够。啊。就回家去啊。回家了，从我看能不能从紫梅村到草科。草科。五千。哦，这到石棉回去，那样的话就近了。对，那行吧，这自行车慢慢骑，一路平安。大哥，好，下次，明年我再，有可能在海口遇见你的。那世界真的也很小啊，对不对？太有缘了，人家说上来就看见你这个车了。对对对，我一下就想起你了。太有缘了，给我拍了个视频。是，真是太。大家看一下你前面。阿里新藏线那集就看得到我了。对，但是那次是相当的狼狈，今天呢还好。对，你家就在这附近住吧？对对对，那就好啊，成都的。对，那很近啊，很近的。今天也骑不回去了，骑不回去了。对，紫梅村住。紫梅村海拔低一点还好一点。那我下去了。行，一路顺风。6666，大哥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好的好的，再见，慢慢的啊。再见，有缘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太巧了，真的，这真的巧。走吧，朋友们，真的啊，世界很大，世界呢也很小。再见了啊，一路平安。下次再见，不知道是几年，有可能一辈子，有可能几个月后，不好说的。